由上年开始咧，二酒中菜就陆续咁样搞咗唔同嘅一啲主题嘅菜系啦。咁啊，包括有粤菜啊、淮扬菜啊、川菜啊、浙江菜啊，咁啊好多种唔同嘅菜式嘅。咁啊，好快咧就已经嚟到今年咧最后一次嘅压轴篇啦。咁啊，因为压轴篇啦，所以咧就想咧系好似晒栏咁，乜嘢嘅菜式我哋都会有。然之后咧，又会有更加多嘅意大利嘅唔同嘅葡萄酒啦。咁希望咧，大家可以透过呢个咁样咁得意嘅配搭咧，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酒。咁今次咧系会有12款酒咁多嘅。除了葡萄酒之外呢，就仲有 cocktail 啦，同埋呢有 grappa 嘅。咁因为呢，其实意大利酒呢，除了葡萄酒之外，仲有好多譬如烈酒啊，或者 cocktail 咁样唔同嘅类型嘅酒款嘅。咁希望呢，大家其实呢可以更加了解意大利酒好玩之处。咁意大利酒当然啦，好多人都觉得好多款式，好难认识，好难学。但係其实呢，只要你呢对唔同嘅产区、唔同嘅大区呢更加多了解呢，你其实可以好容易呢搵到一啲好有趣，甚至呢可能你从来都未接触佢嘅酒嘅。咁希望呢透过呢个二酒中菜呢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一啲咁好玩嘅意大利酒嘅。咁完咗二酒中菜之后呢，我哋希望呢睇下会唔会有第二啲唔同嘅形式嘅一啲活动呢，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一啲咁好玩嘅意大利酒嘅。Cheers!